Come on, no! Yo,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频道。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炫炮之日了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呢刚好比较有闲一点哦，所以呢约了几位干爹呢一起来跑一下地图啊，好不好？那之后呢，我们的炫炮呢也是会以私下拍为主啊，毕竟线上太多外挂了啊，乱来乱去真的是没办法好好的体验游戏，所以呢我们就会私下拍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这应该算是我们久违的第一次私下拍，我们就要突破个1000个。喜欢吧 ，Go！ 那我们今天来玩这一关好了，看起来蛮有趣的，是 Mod 跑酷，32%，16个人，哇，居然是这种哦，啊，跟我们刚刚选的车不一样啊，果然是 Mod 跑酷，来准备了，从 Sandy Show 这个湖边这边开始了 ，3、2、1。Let's go！ 哇，一开始就瞬间移动，动去哪里呢？哇，直接移来到这边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走下面，然后呢？再顺着坡道往上走，哇哦！哎，没事哎，我顺利过了，太 lucky 了吧！其他的好像冲下去喽。我很喜欢玩这种雪地赛道的，相当的有趣啊。这个就要快啊，快很准。没有快一点的话，就来不及了，就被打下去了。这一关我相信呢，应该不是一道太难了啊、哦。目前我来到第一名，我们是要越过去那边是吧？哦，错了错了，我错了，雷了，原来是走迷宫路线啊。糟糕，我要变到第四名、第三名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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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希望我们这个私底下玩的这一场，我可以拿到好的名次啊 ！Go go！ 现在目前第三，还行哦，还行。好，接着我们上我们的蛇馆。这个车子马力如果不够的话，可能就上不去喽。斜的斜的，这个考验技术了。这个如果你去撞到墙边呢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只要看好啊，看很准啊！哎呦哎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好。各位，我又回到了第一名了，感觉没有到很难啊、哦、不愧是30几%的关卡、哦，如果是那种3%的关卡，哎呀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哦，我们也有玩过像用这种车子的，而且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然后之前那一台车子是要飞来飞去的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好了，接下来是平衡的关卡，小心哦，下雨了哦，天雨路滑哦。前面就是我们要的点点啦、啊，哦，这里就踩好就对了，不然要重来就崩溃了。还有几个点呢？哦，这个有23个点，我们几乎过了差不多1/3了 ，yes。然后要再回去啊，慢慢的啊、哦，我们再慢慢的从这边过去那边。还好这个是点对点无碰撞哎、欸，不然这个光这边可能大家就卡在这边了，对不对？嗨 ，hello， buddy， 好，瞬间移动。耶、yeah, ，要去哪？要去哪？哎、欸，又回来了。他这个算是把赛道呢一段一段的这样子做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顺着这边慢慢的冲上去。有没有想到这一台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哦？哎呦，可以哦。我们现在游走在这么高的赛车框架的上方哦，起来，慢可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OK， 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哇，行的，来到了下面了，又要走下面的道路了。慢慢的吧，哎哎，前面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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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视线的死角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我可能要用第一人称，然后凭这种开车的感觉去开，这样比较不会卡住。碎啦，硬卡进来啊！其实这跟我们开车的感觉不太一样，就是撑住啊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 ！Oh no！ 没过，直接重来到这里哦 ！Q Q 啊！不要太快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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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刹车一下啊！等出了之后可以看得到我们就可以了。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对的，对的，行得正，四平八稳，点就是你的啦，太好啦！哦呦，还有板凳 ，Let's go！ 这里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哦，快，好，快很准 ，OK。哇塞，不错哎，其实这个地图蛮好玩的。速度，啊 ，Jesus！ 过就吃点了，过就吃点了，啊，不会过。好，跟我们第三次挑战，希望可以过、啊，拜托啊！睡呀、啊，过了，过过过、啊，差一点点。来，看吧。对了，各位观众，过了啦，终于啊！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？直冲哦！这个这么滑呢？这个这么滑呢？有没有搞丑啊？感觉是要走斜边的，对不对？不能让你车子有打滑的感觉，尽量走在上面一点点，然后慢慢的爬上来。这样起码等到下一个的时候，
你不会又跌到下面去，这样应该就会过了。只能说在车子厉害啊，是吧？看起来不怎么样，抓地力这么强，扭力这么足够。好了，够马上去上面的那个雪地跑道了。但是如果又被那个给打到的话，真的是前功尽弃。OK， 啊、哦，好来了，冲！耶、yeah! ！我终于过了那个点了，太棒了！然后呢，我然后直接下来 ，OK。其实这关哦，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走这个崎岖的道路。哦不，我下去了，尽量稳一点，稳一点的，慢慢的一个一个过，我们就可以吃到点了，是吧？先吃再说了。Yes， we did it， 又重复的一遍，好的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不要啊 ，Jesus！哦哦哦，开始有人来了，开始有人来了，耶、yeah, ！终于来到我们没有来到的地方了。接下来是要走这个管子上面了啊、哦，不要滑倒就好了。这个跟前面比起来呢，小 case 的很多啊，是吧？终于啊，吃到我们的下一个 checkpoint， 太好啦 ！Come on， 加油，小车车 ，You can do it！ 然后再爬上啊啊，哇塞，这里居然有陷阱啊！我们把狗过去吧。好，再过去吃个点就行啦，吃点，耶、yeah! ！接下来应该是要走下面这个，中间这个，对不对？不然它不会无缘无故在这边设一条道路，而且中间也是有那个电波干扰的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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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幸运幸运，哦，点在那边我们看到了，可以的可以的，再过个直角，前面一样有个电波网，其实我觉得电波网算是简单的陷阱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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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Come on, no！ 啊，我觉得我们开错了，其实这里啦。对啦，我走错边了啦，想说那个怎么过嘞？哦，原来是要走这一边哦。阿龙啊，从这边，从这边，啊，然后从这边再过去啦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我一开始以为走中间了，结果不是走中间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好的，那我们再上来这里。太好了，这一关根本就是电波网之路嘛！好，我们再往上走。耶、yeah, ，OK 了，也是有相当好玩的地方啦哦。哎呦，这边会飞哦，这边应该不会飞吧？没错，飞来吃点，没吃到就好笑了。瞬间移动，这样也行啊。好了，现在又来到了水陆两栖的，这边有路，这边有路，其实有点像密室逃脱的感觉了哦。好，来，我们跟着这边走。哎，看到了第一个点，现在还有几个？哎呀，快结束了！哎呀，瞬间移动了哦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 ！Yes， 啊，过关了啊 ！OK， 过关之后，我们今天玩这关呢，我觉得算也不会很难啊，算简单呐、啊。但是有一些地方呢是会比较滑，比较不好过，但整体上来说还算可以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私底下的炫炮系列，好不好？之后我们会再拍其他的一些地图来玩玩看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我们就下个炫炮再见了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1000个喜欢哦，拜拜。